Hello，各位喵主们，我是你们的女王喵女子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玩这个锁住的恐惧第三期游戏视频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游戏应该两期就能完结，没想到我做了三期，有可能还要做到第四期。因为它这个游戏真的说真的，就是这个逃脱机制有点难啊，真的是有点难，就没办法给大家做这种流程。这而且这个门还特别慢，你看，那还把它慢慢的推开。好的，然后我们就走到一个管道，哇，哦，这边有一个门，看来我们又要修电了。看到这个地方是红灯吗？好的，我们有 flashlight，哒哒哒哒哒，嘣，A02。Where we go？哦，我们可能需要先触发一下。哇，这边的路可真是有一点绕哎。No，还好现在还不会出现什么奇奇怪怪的高能。这个路真的是，Oh my god！哎，上面有一个口子可以走哎。那就是要我们找一个路上去喽，是这个意思吗？OK，then 这个只有一个门，然后还是锁着的。哦，A001 可以进。Good 啊，你需要恢复这个系统的电力，然后我们需要找 A2 肉第一行。A3 第八行和 A1 第十五行的一个东西，然后把它修好。如果我没猜错，这个是 A1，这是 A1 列。我再看一下，它一共有 A2 列的第一行，我们修的是这个第一行，然后还有A3 的第八。OK，那 A1 的十五应该是最远的一个，然后这个地方的话，我觉得应该还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好的。这什么意思啊？选图案吗？What？这个？哦，原来我们是要选黑色的这个东西，就是在这里面这个图案。这个吗？不对，这个吧。对，两条竖的应该是两条白的。OK。好，第一个就这么，好，第一个就修好了，那就是 A3D15，二。三四，好的，他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提示了，第八，七八，第八好，OK，就在那儿，好的，我听见他已经在后面了，我们躲在这儿。我去，好，趁这个时间，哎，趁他走了，我们赶快啊！哎，应该是哪个？这个，应该是。过去，就是一片黑雾，说真的。好的，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巡逻的一个。好的，我们继续。然后是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好的。这个应该是修好一个了，好的。接下来是 A15，那他会往哪边走？他这个怪物没有明确的特征，所以说我们只能不能很明确的判断他怎么走。
你看。好，一口气跑到9。他肯定就是在这个 A15 这个和这个。啊 ！What the fuck？ Why are you see？ 好的，那我们最后修第一个吧。我们应该可以走了吧？哦，终于过了！天哪，天哪噜！这什么意思？我们要去 A404。A404，这个东西摁出来以后有一点像梯子的样子哦。那么我们是不是要做什么？哦，这个东西还可以移，还可以移的哟。啊，那我们，哎，我之前，等等，我记得可以，它可以一起移的。啊，只能一个一个移啊。哦，这样子，一直摁住就可以，然后我们这个目光随着它摆动。然后我记得之前我们在楼上看到一个就是房间的一个入口，但是应该是要从这个上面走吧。然后我看看，这应该都应该要拉下来。哦，这次应该就可以上了。好的。哎，对，这个主角跳跃力还是不行啊。然后我们要去哪边呢？哦，我把三柜都移过去了，正好。跳蹲。等等。哇，我上不去。难道说我们直接跳到对面就可以了吗？我们试试吧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那我们继续往哦那边，看到了吗？那边有一个那个什么。哇，就那个地方我真的卡了好久。好的。我们应该就是顺着这个地方走过去就没错了。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恶战，天哪，简直要了我的亲命了。最后发现我们其实可以跟他绕圈圈，不一定是被他逮住就会一命呜呼。不会的不会的，应该是要直走吧，我觉得是吧。 Double， 虽然现在也不能站也不能加速跑，只能慢慢的走。然后前面这个管子怎么又开始冒蒸汽了呢？啊，是蒸脸仪坏掉了吗？啊，好吧，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可笑，好冷哦，在这边，果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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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哑巴嘞！我就记得之前在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过这个房间啊，看到这个、看到过这个通风管道，
贴心的地方就是它给你做出了一个标记。但是我还是觉得，不是说你不会进来的吗？这个我可真没法跑啊！天啊，路！我的手电筒怎么了？哎，我的手电筒怎么了？也不用闹啊，手电筒。需要吗？我到现在还没有积极。然后好像我们被他攻击从那个管道里面掉下来了。Good. 哦，Holy crap! Oh my god! 这全是血，是我们自己的血吗？我看到他在阴影里，他是什么？他到底是什么？我很好奇。哎呦！这怎么黑成这样了？A004 Yes， 我们已经到达这个 A004 了。然后嘞，哦，这边有一个路可以走，哦，但凡有路我们就进去看一看。哦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差不多可以逃脱了吧，再不让逃脱太坑人了。这游戏真的就是紧张感和紧迫感是有，但是我们因为看不到那个鬼怪的形状，有些场景会给我们一些很不舒服的感觉。 OK， 我们看一下指示吧。我们要开东西哦，我们现在就是晋升一个典型的大电工，我们就在这个店里面来回跑来跑去。哦，我看一下 B， 来，我们看一下这边写什么。没有写什么，看来提示还没到啊，提示还没到，没到的话我们就先继续吧。他肯定是要把这些，我们拉下这个电闸应该就会有提示了。Really？ 这就可以走了吗？我怎么这么不相信呢？好的。这是我们从那边过来的路，最终我们是要开这个的。在外面，那我们是要把这个拿出来吗？我们需要把 A 和 B， 我们是要把 A 和 B， 我们手电筒快没电了，是这个意思吧？是要把 A 和 B 换一下吗？那我刚刚有放错吗？那就有点小尴尬了。B，
然后这边放 A。我天。OK。哦，应该是对的，应该是对的。我把它开大一点，一会儿方便跑路。嗯，这个好像就回来了吧。哦，我们要去 A001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应该在最后面有一个电脑。这个时候应该没有追逐战了吧？就在这里，看到了吗？当。哦 ，so god。去看，帮他看了一下文件。说这还是我们的人吗？我也知道啊，这我们应该就可以出去了吧。摸黑走，摸黑走，摸黑走。说了一下那个黑影是人类吗？肯定不是吧，因为看不到实体嘛，就知道上去以后就被脖子给拧断了。喂，我们可以走了。最后的那个什么门开了。哦 ，yes， 谢谢 for playing，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天哪，这个游戏真的好难。我现在对于剧情的大致理解，可能就是这个楼出现了一些什么奇怪的东西，然后只留下我们主角一人。然后帮助我们逃脱的这个人呢，其实他是想让我们在里面找一些文件，找一些资料，找一些这个黑影的一些相关的信息。那么我是喵妮子啊，这款游戏整体来说还不错，但是真的是有一点偏难，因为就是在选路啊，很容易迷路，然后有一些东西。它设计不是特别合理，如果你不掌握这个怪物的循环路线的话，你是很难通关的啊。但是这个素材做的还是蛮不错的啊，也给个赞哦。那么我是喵妮子，如果你喜欢这款游戏的话，可以到我的加我的 QQ 群，我的 QQ 群通知里面会有这个下载地址。那么我是喵妮子，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再见吧，大家拜拜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擦出火花。